下一个节目，唤醒沉睡的你。内心的声音，你看不见眼前所有美丽的风景，究竟什么蒙蔽了你的心和眼睛，让你在痛苦的心怀里不能继续前进。是谁的爱会让你去等待，沉睡在过去不愿意醒来，谁能走进你的世界，唤醒仍在沉睡的你。他只能看见朦胧世界，看不到明天，看不清自己的改变，未来不会为破碎的心而存在，快鼓起勇气走出这阴霾。是谁的爱会让你去等待，沉睡在过去不愿意醒来，谁能走进你的世界，唤醒你的沉睡。谁能走进你的世界，唤醒你的沉睡？